今天小姨来我家玩爸爸，玩爸爸，说我一会写完作业就可以看电视了。你这个标点符号标的什么鬼呀？应该是今天小姨来我家玩，逗号，爸爸说写完作业就可以看电视了。小姨夸我作文写得好，于是抱起了我爸，爸叫小姨小心一点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又标错了，应该是小姨抱起了我，爸爸叫小姨小心一点。什么叫小姨抱起了我爸呀？之后小姨亲了我爸爸，也亲了我。哎，我的小祖宗呀！那是之后小姨亲了我，逗号，爸爸也亲了我。还有。你这几个标点符号都标错，造成了多大的误会呀！让你妈知道啊，不把我皮都扒了。